所有选择都是双数。运算符号也都没有减好。24除4等于6，即是说3乘8除4等于6啦。但是第二条算式不成立哦。我应该怎么做好呢？试下找出由3到6和由10到13的共同关系。是加了3啊。我知道了。谨记要先乘除后加减啊。所有数式都啱晒了。